welcome Rhiannon. Rhiannon， 恭喜Rhiannon获得到十大最受欢迎女艺人奖。其实我觉得我刚出道的时候我还在寻找，可是我根本不了解我在做什么。现在，对来说，当艺人的意义就存在能够感动观众，可以跟观众有共鸣。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不停的进步。那这奖是你们给我的鼓励，我会珍惜的，我会继续努力。谢谢你们。接下来这个呢，两个字的，哦，好多哦。像云刚刚搬过了，不好意思啊，看错行了。瑞恩，恭喜！其实坦白的说，这个时代的奖项真的给我一个，我真的觉得我好像一匹马在赛跑。尤其今年红星大奖的地点这么靠近 IR， 可是谢谢你们的支持，那我这匹小马会支持，会加油的。首先要感谢郭令颂小姐还有苏美莲监制，谢谢你们对我的信心，那谢谢你们给我空间演艺星 Hypocrites， Ken Jonathan May Melvis Min Min AliJoreen Derek Young Thank you， 我家人，谢谢你们默默的忍耐我喜欢在房间里唱歌念对白的习惯，打扰你们了。那最后是所有支持我的朋友，谢谢你们投我这匹马的票，谢谢你们。恭喜人也是第二年获得十大最受欢迎女艺人奖。接下来这一位，我们由黄玉荣来宣布两个字的瑞恩。演了两部非常非常棒的戏，所以在这里想感谢尤虹监制还有西冰监制，谢谢你们给我的机会。西冰，恭喜你，我为你觉得很开心。然后所有支持我的朋友，我今年真的感觉到你们的支持跟你们的爱心，那接下来的路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你们。恭喜，就是瑞恩，恭喜。片段，因为没有在我们今天晚上的现场。Hello， 大家好，我是瑞恩。对不起，不好意思，今年没有办法出席红星大奖，因为我现在在伦敦为 Symphony 表演。因为艺人的人气是靠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定，而我的推动力是来自你们的支持，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为你们努力的。第三位，瑞恩。瑞恩，恭喜瑞恩。现场来了他的好多影迷，瑞恩获得了2010年最受欢迎女艺人奖。谢谢你们，
今天晚上特别想感谢我爸，我爸每天晚上不管他多累多忙，都会帮我准备爱心早餐，让我隔天早上带去外景吃。所以爸 ，This is for you， RBKD 我的 fan club，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你们给我的无微不至的爱，谢谢你们。第三位得奖的是瑞恩，恭喜瑞恩。也是今年最佳女主角奖，今天是第二个奖项。是。这奖项 is for RBKD 我的 fan club。谢谢你们，你们真的让我感受到你们无条件的爱。那在这里想感谢Mr. Chang, Andrew, Apple, 美莲，还有 Sam, 丽荣、王燕和 Kevin， 谢谢你们。第三位，瑞恩。瑞恩，今天在现场呢，就不停的听到大家喊瑞恩、瑞恩、瑞恩、瑞恩。没错。因为我都知道瑞恩在新加坡的人气非常非常的旺，果然。还在上个星期的红星大奖，瑞恩也已经是多次上台获得奖项。这是我真正黑脸的表情，这是我笑的表情。那以后。希望你们不要再误会了啊！今晚想感谢我的经纪人敏敏，虽然我不善于表达自己，可是你为我做的，而且你为我付出的，我都很清楚。我旁边的人丽荣、Sam、On、Kelvin， 最火搭档丽萍、山，谢谢你们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友情。然后爸爸妈妈还有家里的奶奶，谢谢你们。恭喜瑞恩。第一位，我刚一直听到他的名字，两个字。第一位，瑞恩，恭喜你，恭喜你。裙子真是的，OK， 我今天想跟上面那群朋友，其实上面那群朋友不是我的粉丝，是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是我们的 AP， 还有一些导演吧。我想说，每年我们上台拿奖，不过其实幕后真正的辛苦是你们。那我那 This is for you guys. Thank you very much. OK， 还有九位呢。第好吧，第一个瑞恩，今年粉丝 RBKD， 你们辛苦了 ，I love you guys。我想感谢公司，还有 Ken、Ellie、Min、John， 还有其他 Hype、Records 的人，然后Dad、Lils， 还有我另外一个爸爸。最后我觉得我想说 ，to 我们 South Korean 的朋友们，you are in our prayers， thank you。恭喜瑞恩。好，第二位是
魏恩。许多人对我上个礼拜在台上表现议论纷纷。那其实我这个人向来，话不是特别多呢。不过我想由衷说，若有造成不便之处，希望大家能多多包涵。我这个人呢，我知道。这不是我的强项，不过呢，我会继续努力。谢谢你们，谢谢 RBKD， 谢谢。